他就很有可能。索德兰德来自荷兰的选手第一位出场，要360/8，大回环嘛，做个后空翻两周，马上再来个500是大杠，这两空翻相连是比较难的。丁涛，哇，这个差点摔下歪。跳360大回环，马上做下滑了，720线下。来自荷兰的选手索兰德，他是去年世锦赛来参加了比赛，但是没有一个项目进入了单项决赛。墨尔本世锦赛呢，他当时是获得个人全能第11名，所以这次能够进入这个项目的单项决赛，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成绩的提高。而且呢，在这个资格赛当中，他的这个名次呢，当时是排在3的，可以说资格赛的表现是非常好的。他团身轰翻2周越杠抓杠，又不团身轰翻2周转360越杠抓杠。现在看到是他的下巴，直体360。现在可能画面上，我们电视画面上没看到，现场的观众已经做起了人浪。他们一方面在跟运动员加油，一方面也放松一下自己的情绪，活动活动筋骨。团什么后空翻2周，这是策马克斯，是个 D 组，然后是一个对又转了360科尔曼，这是个 F 组。男子最高是 F 组了，6.9的 A 分，8.8的 B 分，15.70的成绩。